好，的确呢，这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呢，在今天的上午经传是遭到了枪击啊。那么其实呢，在股市方面呢，也立刻做出了反应。那么最新的日经行情，赶紧把时间交给记者万绍安。绍安，请说。好，是的，宇杰，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上午这个安倍晋三这个中枪倒地的消息传出来的当下，其实这个日股刚好是在中午休息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它其实没有及时的来反映出来。而我们可以来整理一下，其实稍早您可以看到现在画面上这张图哦，其实早盘的力道很强，其实上涨的幅度是非常高的。我们知道，这个日经一开盘的时候大概是26400多点左右，而一度是上涨到了大概380点，将近400点左右这样的点位哦，涨幅是非常的明显。不过啊，就在消息一出来，也就是在日本时间的大概是中午11:57到12:03这5分钟的时间，日经的股市呢就暴跌了大概有205点这样的一个点位，目前呢是有慢慢的在回撤回来。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日经指数依照呢这个日本时间的1354，也就是下午的1:54这个点位来看的话呢，目前还是都在26600点左右这样子来进行一个盘整的一个情况哦。而我们也可以知道的，其实这一起的一个枪击案，它受影响当然不只有日股，我们可以知道的，其实在各个亚股的一个部分，今天亚股各国的一个盘势相对来讲都蛮旺的，包括是台股、韩股以及港股。当下的情况呢是都有急杀，纷纷是收敛涨势的一个情况，不是代表说他们就开始往下跌，并没有的，只是它这个涨幅的一个势头下滑了一些些而已。另外一个，我们继续要来带您关心到美股的期指，也就是美股的期货指数，也是一度的来加速走低的一个情势哦。依照纳斯达克100期指扩大下跌的是有0.5%，另外标普500的期指也是扩大跌幅了大概有0.4%。而我们也可以知道，当股市出现震荡的话，另外一个避险的一个产品叫做汇市。汇市呢，也就是代表说呢，目前呢，众多的一个所谓的投资民众呢，是下意识的有一个避险的一个反应，因此来进一步的推动日元的来大涨。我们也可以知道了，目前呢，日元的一个走势，它其实盘中一度哦，对美元是升值了大概有0.49%，大概有0.49%呢。它一度是收在了，大概有140多块钱左右。而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其实因为这一次的一个势头是不太明显的，所以呢，汇率的走势有没有可能持续的上涨下去，目前其实还没有办法太明确的一个来了解。而再来看回来股市的一个最新的行情部分呢，目前呢，我们可以发现到了，它其实在开盘的情况26600多点，到现在是26651点左右，其实等于是快要跟开盘的时候的一个价格是已经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形了。好，那么有最新日经的最新行情的话，将会持续为您掌握。我们把时间交给宇杰。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